CCTV 围棋贺岁杯第二局比赛现在开始。这盘棋的话是，村川大介的话，执黑先行。嗯，金之系的白棋。对，一般围棋的规则的话都是，年长者的话抓棋子哈。这两位棋手的话，金之系是89年生人，村川是90年。都好年轻啊。对。其实村川大介在去年的贺岁杯当中也有不俗的表现，虽然说在去年第一盘他是输给了我们中国的十月，但他在第二轮当中是战胜了韩国的李世石。对，村川大介的话也可以说是日本棋手的希望之星。日本棋手目前的话稍微落后于中国棋手和韩国棋手。金智熙的话号称韩国的皇太子。对啊，这个名字是绰号是谁起的？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对，因为他那个大家都认为他的脸型长得比较萌，比较萌哈。颜值比较高。对，这是比赛的现场。对，中间就坐的是中国围棋协会的主席王鲁南。王老。昨天也是王老解说的。是。这盘棋的用时是每方30秒，30秒有10次的延时，一分钟延时。啊，对，这个也叫 CCTV 围棋比赛规则。就是比赛用跟快捷赛差不多哈。对，规则。对，好，好，这盘棋的话，大家已经看从那个现场已经看了他们的下棋的一个表情和一个落子的方式。我们看一下大棋盘。对，其实这一次的就是直播，我们也采用了一些比较高科技的，含量很高。对。就看到我们现在手上没有棋谱了，然后呢也没有拿棋子往上摆，采用的都是这种像笔一样的点触摸屏，就是比较的含金量比较高，看上去。黑棋这个单关手脚这步棋的话是比较少见的一步棋。普通的话这个在这个黑棋的话在这一点的话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后退一下再。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在这儿是吗？对对对，大致这样一个点。这儿。对对。好，白棋大飞挂角，这是比较有意思。然后黑棋的普通的应法是这个小尖，然后白棋再拆。这个。如果白棋黑棋小尖的话，白棋拆的话，白棋这边有这个点啊，是我们实战的对局啊，就这么下的。不是不是，咱们先清楚，黑棋直接加，直接加。因为黑棋认为如果尖的话，让白棋猜到这一点的话，这两个的效率没那么高。对对，所以说黑棋更注重于在这边的一个发展。那白棋现在是选择往外跳呢，还是拖到三三？对，普通的话拖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然后黑棋搬，然后白棋再断。实战他们这么下的。就是这么下的。对，拖。那么我想应该会搬下去。这个搬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下法。最普通的一手，让白棋断。断。然后大概断这个开始。搬。这个断是必然的。然后大概黑，然后再断这个，对，让黑棋士打吃。实战也这么下了。实战白棋还没有落子。对，断，因为这个每方是30秒一步的话，基本上的话，大家在这里所用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少，因为这个局部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所有的变化定式了下法。对，都在职业棋手脑海里面了。对，对职业棋手来说，这个局部不是很难的一个局部。应该不会用到时间。对，
因为它那个有十次一分钟的延时的话，它会把这个最重要的时间的话留到后面，特别是中盘的时候。对，嗯。现在打七，打七，然后白棋应该长。白棋应该是应该回地，嗯，黑棋打七。再打。长。长。走，嗯。这样的下法的话，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下法。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定式如果按照这样下完的话，黑棋这个上方应该会有一定的规模。嗯，对对对，等于说是白棋，通过这个大飞挂角以后，把棋的方向转到了右边。嗯，然后黑棋通过弃掉这个放弃脚步的实地，在左边的话形成一个相对大的一个模样。嗯，接下来下一步的话，打吃的话是。理所当然的。对，然后白棋长出，嗯，黑棋再粘上。对，现在棋手们下棋的风格也是比较有意思。有些棋手的话，像年轻棋手的话，也许是打吃的话，粘上的话，也许是用不了一秒钟的时间。嗯，特别是96后的棋手们的话，他靠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紧逼对手。嗯，而上了一定年龄的棋手的话，也许他在这么谨慎很多，是不是？对对，一是谨慎，第二的话他会。把这个打吃的时间啊，用在考虑以后的变化中。那这两位呢，都89、90后的棋手，我看他们好像跟连长也差不多，好像基本上也是用到了可能26、27这样子，可能。对对，是这样。好，接下来这都是定式。对，定式的下法。黑棋下一步的话是。我记得以前定式是不是要跳到这儿？不对。对。是棋。黑棋，黑棋，黑棋的话，跳这个，跳，跳这儿，是不是？啊，这步也是有的。啊，这招也有。是棋的话，他们白棋尖，尖，然后黑棋拐，压，哎，对，再跳，再加，对，再走这个，这样黑棋是不是可以脱先了呢？对，这样的下法的话是比较常见。哦，实战不是，拐了，实战拐。拐这样的下法，其实感觉有点俗气，是不是？啊，黑棋肯定也会拐吃嘛，顺调嘛，就拐吃了，是变了一手。那接下来白棋还会再压吗？再压，既然走的话，还会再压。那我还退。接下来能搬吗？搬不好。由于比赛是快棋，所以说双方在这里应对的也是比较快。下手，我在想会不会搬起来？对对对，我在想会不会。对，这个是如果搬的话，好，我们这个搬这个，对，然后白棋大概是会搬，也会搬，再粘上，粘上，再虎一个，这两个交换的话，好像也未必好，让白棋成为一个虎口的话，这个中间头比较坚挺的话，对中央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控制权。好，实际上黑棋是直接退的。退，退的话。不过貌似开始我们觉得就是白棋这样拐了，然后压出有点俗，但现在看到白棋反夹到这个地方，也还不错。也还不错，这也不好说，因为将来的话，以后被黑棋这个将来小这以后一小尖的话，就是。好，这个他们已经下了。下了哈，按比赛进程进行。哦，这个挂角，对，黑棋应该也要往下方一带发展了吧？要不然白棋这一片也比较可观，看上去。但是将来这一步棋是一步很大的大棋。哪手？白棋的这一手，这一手是一个很大的下，他已经先下。由于这个，就是说你是说，如果白棋的这个阵是吗？对对对，这是一步很大的大棋，因为如果正完以后，这个子一旦无疾而终的话，那么这两个交换，黑棋和白棋这两个交换，是巨亏。那如果想让白棋无疾而终，直接咱们清除士棋的话，士棋直接把这儿，这样不就可以把它吃掉吗？但由于这边黑棋这个子的话有一定的活力。所以在这以后冲断的话，这味道很怪，味道不太好，味道不太好。就棋形正的话，还是跳正过来比较好。对对，接下来白棋的话，要不是在这边分头，要不是在这边正，这两步的话都是不大棋，就看
白棋最终是金智熙、选择了分头，选择分头把这个棋局打开。是，但是不管那边怎么下的话，大家脑海里一定要有这个印象，这是一步超级大的棋，它比一般的大场都大，因为这一阵的话，对，几所可以这样，可以做几所啊、嗯，咱们试一下，一旦被黑棋，被对被黑棋跳出，再跳出来的话，嗯，将来如果你这个一走，大家注意啊，这一旦被黑棋这个能收刮过去的话，一尖一挡，这一扳粘先手的话，那还是很愉快的，嗯。嗯，是这样，黑棋是拆了一个。猜的话，我觉得下手棋如果我下白棋的话，可能就会往这儿跳了。往这跳是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目前来说，全局我也看不到一个特别吸引我的点可以下。对。就嗯，要不我们就对把这个点先镇住再说。是，嗯，这是一个很好的点。会会嗯，其次的话，哇，他下的比较积极哦。积极。直接。碰进来了。嗯，碰进来的话，用意在于如果你搬，如果搬走，嗯，打吃长，打吃走，提掉，打粘，然后争，大家注意啊，由于这个当初的话有一个子，争子是有利的，对 对, 对。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是这样黑棋不行。对，这个白棋是很满意的，哦、嗯。那这个碰是不是也是在试应手吧？嗯，那对于这个碰，黑棋有哪几个选择呢？除了这个扳以外，那除了这扳以外，我看扳下去，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变化，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好像没有太多的选择。对，要不就是扳上面，要不就长头。啊，就是黑棋往上长。对，我觉得这个长头的话也是可以推荐的，因为黑棋完全不必在这里跟。就是长这个哈。对。那这样让白棋这样穿下去，不就把它分割开了吗？分割开的话，比如再拐一个，再拐跳一个。拖一个，再拖，对，这样，因为黑棋当初如果搬下面的话，像谋求这两子相连，比较困难，对，比较困难，因为白棋被白棋反搬的话，嗯，那么等于说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两个子被分割开了，嗯，那与其知道这样最终的结果的话，那么还不如当初就是分而治之，嗯，好，实战选择搬，实战搬，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对，我看他。应该也是花费掉一次的时间吧，这里。那么接下来黑棋会怎么选择呢？因为搬完以后可以下这儿吗？哦，就是反搬，你想联络反搬行不行？啊，这个的确也是一步很有意思的一步棋，是吧？啊，的确是很有意思。反搬。反搬的话，就是如果你打吃这个，我就接上，对，再打吃，你再吃，我再打这个，对，你接上，然后我再过来。过来，嗯，这样过来的话，这个应该是还不错。不错吗？不，黑棋还不错，黑棋，因为白棋的话，吃掉这个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看实战啊，对，实战啊，黑棋是立的，立啊，立的话，白棋能摊下来吗？就是。白棋如果再强行再主动的话，就有点无理了。无理了，黑棋怎么下呢？黑棋是打吃。黑棋打吃，如果我长，再贴这个。再贴这个，这两颗子好像白棋不太行。对，虽然你从这边把我断开，走，对吧？但是，我这个子变成一个废子了。对对对，棋精被吃了，不行的。是。所以像这样的话，白棋的话是比较无谋的一个下法了。咱们看一下实战。看实战哈，实战，立。实战立后，白棋脱先了。脱先了，脱先拐成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一开始说的强调这一点。他是不是也在想，这里一时半会儿也不好动手，对，就是先搁在这儿看看。是，搁在这的话，以后大家注意啊，这个子是废子，这个是棋精。哪个是棋精？这个白的是棋精。对，这个子是棋精，这个子千万不能死。比如说，大家千万不能，不能为了强行主动，是吧？这强行主动，咱们先试下一下。这盘棋很有意思。点在这里。怎么点在这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刚才还在想，我说，这几手交换以后，白棋往那儿镇，这几个交换便宜吗？就是交换完以后又不走，现在又跳到这儿了。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这个正常的话是单关，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对，往下跳一个哈。对对对，这个点下得很有意思
但是他这个头被人家一压、压，就是像实战这样压下、也没什么便宜的。没什么便宜。对，而且这两边也快连上了。如果简单的试下的话，我们先试下退。对，退。黑棋打这个。打这个。这个得接。这个一压。那这个三个棋形，我觉得是很不舒服的。哦。这几两步很有意思哦。挡完以后往下贴。没怎么看懂。他是以防你如果。如果我打吃。继续打吃。是棋。对。然后黑棋，我如果打吃。打吃。你这个得跑吧。对。然后我这个。这个不能走，这个被一拐吃。这个形状肯定是。就不行。哎，这样是不行，中计了。中计了。这中计了，这个还得随便再走一个，再去中计了。他这边的话就要求你，如果你挡住，他这个点就是为了挡这一下。为了挡这一下。强调你这个是什么？其实作为黑棋来说的话，这个压的话相当有点一厢情愿了。他如果最强的话，应该是打吃压这个。打吃压过来哈。打吃压这个的话，白棋是比较不舒服。如果你那时候挡下来，我再粘上的话，那么这两个点和粘的话是交换是亏损。像这样的话。白棋有所得，就是说还是强力的话把它分开了。把分开了。但分开的话，这两个自己这边也那边伤到了呀。对对对。其实白棋这边也不太好，看着。白棋这边得补，白棋得补。那如果白棋花一手棋补这个角的话，那白棋也可以，那边黑棋也可以对出动啊。这边被黑棋先动手的话，对啊、那么这个分段并不厚，这个分段挺薄的，意义好像不明。对，对，跳下去实战这样是必然的。那我们现在想想，黑棋右下角这个黑子怎么出动？还是走三三这个，比如说拖啊，拖或者点三三比较好。对，拖。要么就直接出动。对，虎。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因为如果你走这个，我可以要求虎打劫、打劫。对，将来我这一尖刺，大家注意一尖刺一下的话，这个还是相当的重的。如果你再虎这个，这么他一打劫的话，那这里就有劫财了。比较薄吗？这个角上。对对，这几步白棋的招法稍微有点凌乱，有点凌乱。好，但是快棋比赛的话，一切皆有可能。对，一切皆有可能。对，现在黑棋还没有落子。对，那么如果白棋如果强行需要这么下的话，从反推的话，那么当初这个有点脱离主战场。是吧，就这个阵头。如果这一步棋的话，如果该白棋选择的话，白棋断然会在这里选择，而不走这边。就是还不如不交换这个，是这意思吗？是是是，就是说整个白棋这个构思啊，有点凌乱。有点乱。特别是当黑棋主动跳起来以后，白棋选择这样一个，比较有进攻性的下法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今天的都很出乎意料哎。对，这步的话，展示大局。大局哈，确实是，你看规模挺宏大的，看。但是这步飞的话也有缓的嫌疑。其实不缓啊，如果假如说白棋，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说白棋，比如说跳出哈，比如说这个字，那这个跳出这两个交换的话，这个跳更缓，是吧？白的话，哎，对对对，我想如果他不走的话，我刚好这个地方不就可以尖吗？就是说，如果你跳，对对。所以说这个虎也是必然的。对，这个虎的话，这两个交换，我认为黑棋稍微有点失分。我也觉得不太好，感觉它这个好像有点损木吧。对对对。这个本来是可以跳出来的，或者拖脚，这样自己把这个黑子给伤到了。那么只能说是他为了这一招，对，更看重这个。所以说当初唐丽的一个跳的话，自补，白棋也是。可以的一手，但是这步好像显得更着急。这个更着急一点。但是我是在怀疑，就是黑棋这一飞阵是不是就宣布这一块是我的了？还可以跑出去吗？如果这个是，再被黑棋花一手的话，那么白棋是不可考虑。如果黑棋再花一手，白棋还是得得往外跑。所以飞说是飞是必然的。那我就要不是再来一个啊，那个当然黑棋很有这样的心情。对啊，我觉得好像这条出头的这个路还是蛮窄的。那么我们只能再继续飞一个，继续飞。那我再飞可以吗？再飞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保不保这边？这里的话，黑棋这之间啊，
联络不是很安全。好，你话音未落，人家就补了一手了。但是这样一补的话，这个整个规模就被缩小了。对呀、啊，规模缩小了啊、嗯。我觉得这个猜一的话还是有点缓。这就是这个猜一哈。给我的感觉，黑棋是我的话，还是得非常了解。对，这两步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下的比较稳健了。其实老师，我是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担心这个地方薄嘛。其实黑棋，我觉得这里，靠了以后虎啊，其实也可以加强，也不是很薄啊。对，一开始这个局部啊，白棋这个点啊，这个挡下来的话，我的第一感的话是白棋比较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当黑棋这里跳完以后，白棋这边还得自补一个。对。这边让黑棋先动，那么黑棋是可以抓住主动权的。但经过这黑棋这两步的下法，完了以后，我觉得这黑棋下的实在是有点缓，有被白棋得逞的可能性。但现在我看这个局势，我觉得白棋也蛮紧张的，对，张的感觉这三个字很孤单的，完全在黑棋的这个势力范围内。这个白棋，比如说靠这个或者跳这个都是可以。我如果是我下的话，也推荐靠这个跳这个。黑棋跳，白棋跳，黑跳，白跳，正。这个正的话也是必须的。如果正改为拒跳的话，对，那么白棋就直接跳到黑棋空里头去了。对对对，黑棋通过攻击白棋，如果把白棋最终放到自己的空里的话，那么还是挺失败的。除非能把它吃掉，放到空里头。是这样。但是黑棋这正的话也有一定的后果，为什么呢？是吗？因为这个三个子啊，好像这个地方也有断点吗？对，一旦被断掉的话，这个三个子的话有可能就进入了白棋的包围圈了。白棋这个靠的话也是下的相当的紧凑、嗯、啊凑。如果单纯的小尖这个被白棋黑棋这个贴几下再连回来的话，那么这个白棋有可能有这个单关之嫌。被这靠一下，黑棋也面临一个长考。黑棋应该对，如果你如果我搬断啊，就是对，真的。如果是黑棋，你说黑棋搬这个是吗？搬，白棋断。断。如果你退的话，那么这被打吃，再推进去的话，那不就推到空里头去了吗？对，推到空里面的话，这个黑棋是不可取的，不可取。那如果我搬呢？搬里面的话，搬里头，那么白棋退。那现在我再来补的话，补这个断点怎么补？这个。对，这个如果补一个比较稳健的话，这个是比较这两个贴一头交换的话，白棋还是有得力的。黑棋有不输的地方，因为将来的话，这个断点啊，有可能会被利用，会被利用。总的来说的话，目前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愿意下。哇！他是扳断。是扳断，那么他另外一个下法，长到先士气，断，然后我觉得有可能要打一下，先把这个字打中。是说黑棋要打这个，把这个字打中。对。那白棋应该长吧。长的话，然后再来长这个。再长这个。这样的话，如果你再走这个，走这个。黑棋争取能打住这个，这是黑棋的一个最强手。这样有可能能把这个纠缠住白棋这一块，是这个自己的毛病可以补掉。好。这么看来，我是觉得这个春川大介他的力量也蛮厉害，蛮强的。对。他反贴回来了。反贴也是很有意思。那么白棋这个，我是觉得好像是必然打。这个肯定得打吧，白棋肯定得打这个，然后再长。下一手呢？下的是虎一个。虎呢，还是冲断这个？冲断这个也挺强烈的。这儿还有一个。他是。实战他是打的，跟我们差不多。他长，他贴的用意就是，如果你还继续贴的话，那我就立马就可以断你了。对他这个子的话，紧气了，紧气了，把气紧住了，就争不掉。对，现在黑棋还没长，但长是肯定的。对，长是必然的，这个不可能有第二手，不可能有第二手。那么接下来这一手。接下来这手，不是我看这个冲断也真的很严厉啊。看我们试一下哈，如果白棋现在冲这个，然后如果假如说我挡，断掉，然后再断掉，断掉，这个也是比较严厉的一步棋。
因为空间比较窄，主要是空间比较窄。走这个长，我再贴吗？贴。对，你虽然说白棋这个地方也有些断点，但是好像没时间短。哦，实战他走了，实战他是虎的。虎了，如果你拐的话，试一下。如果黑棋拐这个哈，白棋拐，再虎，再搬，再退，那我现在再冲断了，这就比较稳健的下法。那这样白棋太舒服了吧？就是在黑棋空里边，然后活了一块大概十多目的出来，这样应该不太可能。最主要的是，当这个子死完以后，这个猜疑废了，基本上。对对对，这个猜疑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有可能这么下吗？白棋还是相当主动的。白棋哈。嗯。会虎吗？还是还是会虎？跟我们推测差不多，差不多。难道黑棋认为就是我就这么把上边围住就够了？或者在这边争得一个先手，然后来右下的三三，或者出动上边那个子？所以像这样的话，我的感觉春川的话状态好像不如昨天发挥的那么好。但是昨天发挥好，结果不是也输了吗？但是开头是好的还是很重要。对，也是哈。昨天下的比较行云流水一些，而且对，但是昨天我会觉得比较遗憾，一直都很好的时候最后还输了那么一点点。作为黑棋来说也没有第二手了，如果在这边补的话，一旦被拐下去的话，不行，这个应该要挡上的。最重要是黑棋白棋这个形状还是很完美的。对啊，这么多棋形优美啊。对，关键我是觉得在黑空里面能活得那么大那么舒服，其实我觉得黑棋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选择。对，正如您所说，这个一就是小跳拆一确实也浪费了哈。所以下到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让我去选择知黑知白的话，那么我理所当然会选择白棋，因为这黑棋这一串的进攻所得有限，它唯一就是把这个围住了，把上面围住了。白棋还下得挺快的。对，的确是白棋认为，只要再把这边的话，这么轻松的做活，愉快的做活的话，这棋已经无所求了。其实我刚刚粗粗点了一下，这上边这块黑棋也就五十目多一点。那么接下来黑棋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活这个角呢，还是活这个角？还是出动哈？对吧？无论你出动哪个的话，白棋这一片都有可能围到四十多目，再加上在角上的话，那么这个白棋实控是明显领先的。对，主要是这块太大了，我觉得这块中伏这块活得太舒服了。对，这盘棋春川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受了昨天的打击可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比赛现场。对，刚刚听了一下研究室的这个研究，跟我们的判断，我们判断好像不太一样。对，但是大家都说到了重点，就是在右边的话，到底黑棋怎么处理的话是一个关键。就是白棋在右边到底能存多少空是一个重点，因为毕竟现在黑棋左上的这个实控已经非常的非常的坚实了。在前面尖端的话，白等于黑棋是拖了一个这个，对，拖完以后白棋还是先出动了这个子哈。对，拖搬断地打吃这一串交换，我觉得这一串交换完以后的话，我的立场有点变化了。是吗？因为黑棋这边很轻松的就把这个先手破完。对，而且是先手破掉。对，先手破掉完以后，然后再来又在这边转到这边的话，右下角。对，所以说下到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目前好像似乎，往黑棋优势的方向给转移了，因为我也没想到黑棋会在这边那么轻松哈，这么轻松。大家注意啊，将来的话以后黑这一尖，一走一扳虎又是先手。那么这一片的话，当初我们前面说最起码有四十目，那么现在的话一下子就没这么多目了。对，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邵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黑棋这边很轻松的就把白棋这个空给破了，以后还有小尖，然后白棋吃走提掉，然后接上，对，然后白棋还只能靠打吃这颗子，然后做活。对，所以说上边这块的实控被压缩得非常的小。对，好，我们看一下实战哈。实战黑棋立马是往右下角拖，然后鼓出来。对，
最重要的是，这一旦成为结针的话，那么这都是结材。对对对，都是结材。而且记忆里边好像应该也还有一些结材吧？是。所以我觉得当做脱的时候，白棋这个扳啊，有可能是有点缓了，有点欠妥了哈。对，不管怎么说的话，白棋一定要立针先手。先手。对，把这边钉一个，因为这个钉太大，太大。那么接下来退完以后，黑棋会不会？黑棋再狠一点。如果我现在扳，扳进去。扳是第一杆，第一杆，对。对。你敢扇上来吗？扇上来我就给你做劫了，是吗？这个扇应该不太敢，不太敢哈。至于做劫的话，这个黑棋太轻了。对，比较轻，那么白棋有没有可能点这个？这是一个关键点。白棋点。对，点这个。对吧？这点是一个不关键，点这个的话，如果我接上呢？接上的话，他爬回来。再爬回来，那我就打吃吧。对，你给我打吃，那么太好了。我走这个，提掉。我里面没活。没有活劲。没有活劲。好。看看实战，实战比较精彩，我觉得。实战要打上去了。打上去，那么全盘好像黑棋接菜还是挺有力的。白棋往哪儿找黑棋的劫呢？这个是唯一的一手，是吧？对，黑棋这个是唯一的一手。对，就鼓这个做劫，对对对，这唯一的一手。大劫。大劫。大劫能眼见的黑棋，这个角上白棋比较薄，就左下角只有三颗子，里面肯定会有劫材。然后眼见的这块中府这个打吃也是一枚劫材，还有刚才右上角就一系列的搜刮手段，也是无数的劫材。那我白棋呢？找黑棋的劫材，眼见的在哪里？在这个当口的话，这边有点劫材，这边有点劫材。是说？但具体找起来的话，找哪一个？怎么个找法呢？不是很清楚啊。对啊，但是您说的是这个中府这块是吗？对，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一点什么呢？这个白棋下的话，你如果能走到这两手的话，对吧？如果你是说白棋能跳到连着跳两手，能跳两手的话，那这个吃掉黑棋这个的话，那么肯定是劫材。那如果我这儿连下下了劫，我是不是也能把你这块吃掉？是，这里的变化还是很复杂的。我们看实战，实战。实战，这个白棋提劫，黑棋先找劫。对，前面我说到了，这里还有一枚劫材，两枚劫材，还有两枚劫材。你打吃，我这个三枚劫材。三枚。我觉得黑棋找白棋的劫材应该蛮容易的。对，而且本来也就轻嘛，这几个字。再提掉。也没关系哈。提掉是必然的。试下。对，提掉。提掉，然后对白棋，如果简单的找这个吧，咱们看这个是不是劫材啊？脱黑棋提掉，提了的白棋，搬一个，黑棋就这边随便走一个抢个先手的话，那么接下来如果一旦被这个压出来，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的话不太就比较危险了，对，比较危险，因为如果你搬，被我这一搬，没法跑，如果你不搬。对吧？单纯跑的话，一旦被我那个，您说的比较正确。看实战，他才飞了这个，飞这个，对。如果是我下，我就提了再说。如果你下就提了，是吧？对，大不了我你这儿给你吃，这是我把这儿吃掉。提了，咱们就一个转换。黑棋提掉。黑棋提掉，对，提掉。白棋跳。跳。那么接下来黑棋是。接下来。反正我这一代靠这些应该会有一些先手在里头吧。实战它是靠的，你看一下实战。靠。实战靠这个。靠的用意在哪？我会这么觉得，如果一旦在中府这块继续的硬下去的话，我怕劫材越来越多，而且这几个子越走越重了。他靠的意图是？什么呢？靠这个。他是担心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单纯靠这个的话。是不是还担心别人这扳了从那边打出来，所以说他靠你挡的话，他再加回去，他认为更安全，更安全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就多了好几枚劫材出来，多了 N 多劫材，对，N 多劫材。那么接下来白棋黑棋这里有一个两个，黑棋那里还有你打吃的时候，
这个打车可以慢一点。如果这打车也算劫财的话，那三个劫财。三个。啊，这儿算一个吧，四个。四个，哎，这是。这儿肯定也有五个。但是这个损啊，这个靠这个比较损哈。损，目数损。来看，跟我们判断的差不多实战。嗯，那么白棋在这边有多少劫财呢？嗯，这个不好说了。不好说是吧？他如果冲的话，你得加这个。加啊。那么最简单的话，一个第二手扳呢，这扳下也挺讨厌的。两个扳下很麻，只能打这个。嗯，我觉得黑棋不够简明。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像我那样直接拔掉。先吃掉再说，先吃掉再说。再说对。嗯。因为我也没有点控判断啊、我就直观觉得我把这个劫消了，你吃那个我吃这个、应该不亏吧。应该不亏，直觉上不亏的。好，接下来，这手应该是要加的吧？好，就我们挑这个，挑这个，挑这个。如果你靠的话，我顶回来。那多了很多劫财出来哦。嗯，如果你跳的话，嗯，或许跳这个也是一个机型。啊，对，是果然跳。因为再加的话，被这一扳不舒服。那我这些靠不也是劫财？靠的话，对，但靠完以后被我一顶啊，这个先成为好型了。对，是好型。嗯，就比较损的话，这个劫财找的比较损。对，那么我这个两个子的交换还是起到作用。对，思路还比较连贯。那应该不会这样下吧？那么接下来这步，这个是劫财吗？是劫财，我觉得是劫财。就是黑棋对，补这个哈。对，这个应该是劫财，因为接下来如果你补掉，补掉，我那么我这一张，这一张的话，下边是一个后手眼，后手眼上面现在、白棋要求做一个先手眼，嗯，目前稍微在这边一开始还没交换掉的话，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但好像也有变化，也有变化，有点变化。毕竟黑棋这里比较薄，看上去。那么如果不够保险的话，那么只能在这里找劫财。对，保险的话，这边昨天打吃这个。是吧？打吃这个是打吃，应该是是个劫财。这个打吃应该是劫财。因为这一被这一提的话，整块都不太行。对，整块都不会，至少这两个的话，肯定要掉了。对对。我们看实战哈，实战好像还在考虑当中。在考虑，对，还在考虑当中。他可能也在想那个虎到底是不是劫财。嗯，这个挺折磨人的这个虎。嗯。因为本身是一个很愉快的劫财。嗯。现在再看是不是劫财。嗯。同时，这个打完以后啊。也有把变化走进之前，对，为什么呢？还是比较损的哈。对，本来如果我劫财不够，我这边也许还可以做点别的文章，做点别的文章，增加点劫财。比如说像这下边找劫也可能会有损的嫌疑。啊，说明这时候黑棋说明还有时间，对吧？还能长考。对，他能长考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之前可能还下得比较顺手。不过这个时候也是胜负的关键了。对，所以快棋比赛的话，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进行形势判断。对，特别是刚才的时候，这个白棋面临黑棋拖的时候，这边的选择啊。对对，那个时候我觉得白棋应该仔细想想拖的时候。对，走完这个以后，一旦被黑棋再先手动手的话，就比较辛苦。我觉得这个棋局的话，好像，的方向往黑棋优势的方向。好，哇，这个这步棋也是一步经过长考以后，非常手段，非常手段。所以这盘棋还是整体还是很精彩，蛮精彩的，彩直接点到这儿了。假如说哈，如果我脱先呢，黑棋有什么下一手吗？如果我就把劫消掉，消掉，尖上啊，你下一手在哪里呢？尖，这个我要挡上。虎，那我就打吃，粘上。然后我虎过来，虎过来，那么，虎过来。如果单纯我捞取这个目数的话，那么这是不大的。但是接下来如果没有黑棋是要继续搜刮的。搜刮。嗯，我是觉得这块棋可能没有活对，活棋比较难。所以实战的话，白棋是通过你这个子弃景的一个弱点，对吧？先把你阻住了。如果一旦黑棋在这边渡不过去的话，黑棋要在这里面做活。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可怕的一点，假如说黑棋，我们先忽略实战这个，假如黑棋如果把这个劫消了，如果白棋把这边走了，这里这个地方还连着这个棋精呢。是，如果你提这个，我把这个子吃掉完以后，最终这两个子
被白棋吃掉的话，对，那么黑棋这边也只是破点木而已，对，破点木而已，白棋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对，实际上我们看搬的时候，双方都在。接下来黑棋想干什么？黑棋这个，对，黑棋想干什么？如果虎的话，虎的话，我顺势就打吃了。如果你虎这个黑棋，如果虎这个，那我顺势打吃，这不就是扳所想要的吗？对 对, 对，你再走，那我再接上。接上，其实我会有这样担心，你这边损那么多，那个劫它以后会越变越小的。下成这样，黑棋的用意是在，难道这里边还有别的手段吗？这个，这样做或不可能啊，应该活不了吧？这个，如果是，你是说如果黑棋这样做活吗？对。怎么活？给我挡。挡。白棋打吃的话，猴这个做活，那么肯定是不可能。白棋打这儿，你说黑棋虎这儿啊？猴这个做活。哦。虎这个。这个。这个一旦被白棋这一抓，大家注意啊，这个黑棋最终要变成这个自己。自己做活的话，那么这个跟当初找劫财的、出发点的话完全是背离了。对对对、我们看一下实战哈，实战实战跟我们参考图摆的一样，摆的一样。那么黑棋想干什么呢？我们觉得不太好的图，如果你简单的提黑棋提，那么这一串这个交换实在是太损了，太亏了呀，太损了。其实如果损的太多，那个劫它的意义就变得越来越小。对，如果接下来我就算粘这个断，这个拼得很猛，黑棋这边的话就跟、干脆就不提劫了，拼得比较猛。断，我们试一下，你断我打吃，你这个得长吧？这必须得长。你抢我收气，你收不过我的呀！不，如果你，当然黑棋的收气，黑棋的想法是，咱们看看黑棋的用途是、想怎样？如果你走，现在该白棋，对，后退。现在白棋打吃，等一下，现在白棋打吃，黑棋接上，然后我再粘住，粘住，然后黑棋再把这个吃掉。那么你虽然三气，我三气。你是吃我，但是我在通过这个气子，对对，通过这气子的话，一下子的话，多了很多劫财。对，但还是有点损。但是白棋不会这么就范，白棋不会这么就范。白棋最强的话应该是，就他没打吃嘛，然后直接打了冲出去了。打了冲。再胡。还能再拐吗？拐、还可以再拐。拐是必要的，如果你粘上，如果粘哪边啊？好像不太行，被冲破了呀。粘这个。你粘这个，我再一冲呢，就已经冲破了，就是没法补了。现在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焦点。你要是接上，他只能接这个。打吃一冲走，一打吃你接。对。那你这不都死了？是。当然是这死了。那么黑棋图什么呢？图什么呀？和里面杀棋。比如说他接下来，看这个行不行？如果黑棋这个不行的话，这个行不行？这个。二四五，黑这个行不行？大家看啊。哦。这收气的话。划算吗？这样。你这儿死掉了，然后那儿好像也不，然后你就把这个脚破了，这种转换可以吗？但至少我这边还是有收获的，还是有收获的。要求比较低。但是如果目前这样，像这样的话。也会。好。像这样的话收气收，这样的话倒是黑棋吃白的，它是双赢一个，双一个我再继续冲，可以吗？双一个其实黑白棋也不用冲了，白棋只要把这个最简单的把这收回去，把这个吃掉，大家注意啊。如果现在我就吃，你接上，然后我再扳住，我只要。已经来不及了。只要确保这个是后手。后手，这个是后手。如果像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得不偿失啊。整个黑棋的这个计算还是稍微有点偏差。偏差。好。现在实战白棋是不是考虑是不是可以冲出去？
当然白棋最狠的就冲着啊，收兵比较稳当，收兵了，收兵了，收兵了。的确是白棋的底线是看得特别清楚，嗯，我只要把这个吃掉，把这个吃掉，然后你确保你这个后手，确实也是，嗯，那么这一串黑棋当初这个早劫啊，是亏了，还是亏了，嗯，亏了，嗯，在将来一旦再被我这个先手一粘，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当初的话，这个黑棋这边还有目数吗？还有目数，现在都变成白棋了，嗯，同时啊，这一带穿过来，冲过来的话，嗯。然后现在黑棋提解了。在接早前赛的途中的话，这个打吃的话把我给惊着了。对，这个打吃，嗯，这个好像太损了吧？我开始还以为这个打吃以后是不是冲以后顶里面会有很多味道，嗯，好像仔细算了一下也没有哎。对，况且的话，白棋这个小尖是先手，嗯，就算你粘完以后这边是没有断的，而他这个顶又是先手，对啊，基本上这个的话很难再找到特别的棋，嗯。这个为了这个劫，好像大家都使出了狠招。特别是黑棋好像有点不顾一切了。嗯。这个劫依然存在。这个白棋通过这个点的冲的话，啊，这本身是劫在，同时的话，嗯，也是一步很严厉的一个。对，我是觉得这块好像黑棋越来越薄了。越来越薄了。嗯。就白棋基本上都连成一串了。对。咱们先不说这个劫，一旦这个劫被白棋这个打赢的话，嗯，那么这一冲的话，这一断，这黑棋整个都不太行。对。对，所以这个劫就变成黑棋不能输的劫了。嗯，就是黑棋的负担比较重了。对，甚至的话，接下来如果白棋，提这个，黑棋如果粘这个，或许都不是劫材，那么白棋把它粘上，然后你这边随便冲过。那我直接把这个冲，对，把这一冲吃的话，一旦这个死的话，所以说这里价值也变小了。对，变小了。嗯，所以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黑棋是凶多吉少，黑棋啊，嗯，黑棋这个，甚至我还悲观的话，认为黑棋到底能撑多少手的问题，能撑多少手？嗯，嗯，因为下步的黑棋劫材，这个或许是劫材，就是这个这个断，嗯，断或许是劫材，在那边似乎都不是劫材了，粘上了啊，粘上。那不就承认这个劫打输了吗？无条件，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放弃，无条件放弃。那我觉得蛮可惜的，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夸黑棋说，嗯，这个地方得了一个先手，然后转正到下边来，然后做了一个劫。嗯。然后经过劫针，发现自己把自己给，嗯，那白棋粘上是唯一的一手，嗯，白棋粘上消劫，粘上，嗯。如果我们再翻过头来再看一下当初的变化的话，那就等于当初白棋早劫提劫，嗯，黑在这边找了一个劫材，对，然后这边的话损了，损了，这边又变成白棋了，就找了一个废劫，就早知如此，我还不如不找这个劫材，我随便外面走个关子，嗯，我觉得都比这个强，嗯，嗯，是不是这里头有棋啊？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最后一搏了。最后一搏哈，最后一搏，然后现在，嗯，因为这个本身如果白棋如果贴，这个，然后冲，对，眼见的一击，对对对，就一气呵成，对，挡住，这样白棋是不行的。嗯，这样是不行的。那白棋肯定不会这样下。你看白棋啊，哦，白棋是接上，上，嗯，那么黑棋这边能有什么下法呢？我觉得黑棋这边下不下法都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你就算冲，假如说我，嗯，你黑棋冲这个哈，嗯，我假如我就挡住，嗯，你要是断吃，我这两个给你不就完了？嗯，我反正都活了嘛，没什么关系了。应该不会挡，他如果长怎么样？对，我们看一下长哈，长的我觉得好像更严酷了。就是白棋长这个，对你再冲，再冲，我再长，我再长，啊，再长，我就不挡，再长我再冲出来，再长，再长。嗯，如果你接上我再走这个好像不行，啊嗯，如果你走这个，这个，我再冲哦，好像都不太行哎，这个气也不够，我有四气，对，气不够，这有三气，嗯，这个气好像不够，好严，嗯，不够啊，白棋够，我们看时间，白棋打将了，嗯，这本身黑棋就很难受，就是，对，黑棋要走一个鱼形，对，它必须得有个鱼形，嗯，然后通过这个打将的话，白棋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嗯，时间哦，对，从这手棋我们能看出可能白棋的时间用完了，对，可能就只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嗯，那黑棋嗯
怎么走着？只能吼，因为这边的话由于气紧，只能吼。那么如果白棋还看不清的话，还有几个打将的地方，比如说拖这个可以打将，是吧？或拖这个可以打将。嗯。通过在打将的话，争取一定的时间。嗯。所以说，这两个棋精啊，其实现在已经价值越来越小了。嗯、像以前这两个是不能被吃掉的，嗯、现在无所谓了，都已经我这儿已经连通了、嗯、联络了，对对，已经变厚了。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变数。嗯。咱们给大家可以摆一摆。嗯、看一下。变数。试下。白棋，等一下，白棋。嗯。白棋长，然后黑棋冲。这个黑棋必须得冲。对，白棋可以再冲。如果我冲，变数粘上，然后我再走这个。走。断。断。如果正常收气的话，三对四，黑棋是不行的。嗯。那么他延气的话，只能跳这边。如果这个，这个，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现场的用时间啊，确实黑棋就最后一次了。白棋呢？白棋还有五趟哎，五趟，那干嘛当时拐这个呢？那白棋就是在点目，在点目就不在于算这个变化了。时间，他看一下目，如果目够的话，那么我也无所谓了哈，不用冒险，不用冒险了。好，看实战呢？哎，对，实战就没有冒险了吗？实战挡住。打吃，打吃，然后接上黑棋，白棋把这线索收掉，对，收掉的话开始收官了，收官了。白棋如果认为收官就赢了，就够了的话，也是很简明的。比较简明，因为其他地方也没有可以折腾的了。对对，好。好，现在白棋是选择了比较简明的，就是收官。对对对，然后把这个。先手收紧，先手收掉，然后再把这个先手粘掉。这也是先手啊。其实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黑棋这一串儿，如我这个这个子如果一旦长出来的话，这一串是什么情况？温柔了，温柔一下。那为什么不把这几个两个棋先收紧呢？他怕收这个后手，因为收的话，黑棋有可能不硬。你不硬的话，这个关子的话也就一二三四五六十四目，价值十四目。好，外面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话，就只是单纯的收官吗？对，他就把这定型了。定型。这个白棋、黑棋是头了，是吧？头子了吧？后我还以为笔点错了。对，黑棋最终是头子。对。黑棋。这时候这盘棋的话，最终的话是金志熙的话直白，对，中盘战胜了陈川大介。陈川大介。